三把专用。我靠，来了兄弟们，160物理系的梦想在双加89特技和一个普通的专用雨后，终于等到了九黎城的150级武器，物理系的梦想。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来个双加62就可以了。差的就是那么一点点，安排上了665双加66。呜，妈的，伤害就爆了4点，命中771，是真的高。771除以3加631，存伤888，再加一把手，存伤是1013啊。然后我们算一下，这样的武器到底能为我们的带来多少？用771乘以个0.6啊，631再乘以个0.6，再加上378，哎不对，771除以三，再乘以0.6啊，631再乘以个0.6啊，再加378，再加15段宝石。125，657，31再乘以0.77，再加上23.84，也就是综合是681。那这把武器算是175级九黎城用的极品武器吗？175里，它并不算啊，并不算，因为它伤害差了一点，命中拉满了，伤害差了一点点。这把武器不过用来玩大堂的话是可以的啊，玩大堂可以。771除以三加631，再加上125，存伤是1013啊，62再乘以个0.67，玩三扫大堂，再加上一个41.54，这把武器玩大堂还可以啊。哎，540507530540四百八十三四百八十三五百零七四百八十三五百四十啊。